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参观 Tara 小区的二号户型的样板房。二号户型呢，它是4到5房，3到4个洗手间加2楼的 loft，2853尺。那它目前很快交房的现房呢，是160万美金起的。那么 Tara 小区呢，一共有3栋样板房，一二三，这3栋样板房呢，也会在3个月到6个月之内推出，depend 他们什么时候把这个社区全部卖掉哈。所以说，如果对样板房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可以提前联系我，我们可以提前做准备来拿这个样板房。毕竟呢，样板房占地又大，装修又好，且是它有360度无敌美景的好地块，那值得购买的了。那么花果山 Reserve 小区呢，学区非常优良，9/10的评分，地税呢是1.3%，1.3%左右。那它物业费呢是299块钱，24小时警卫门禁社区，不是机器的那种哦，是警卫门禁社区，一车一杆的那一种。所以这个小区呢，整体环境非常好，绿化多，并且非常的安全，距离学校呢也近。距离周边的商圈呢，也是很方便的，生活啊、投资啊都是不错的选择。
好了，以上呢就是 Terra 小区二号样板房的看房视频。如果你对这栋户型感兴趣，这个小区感兴趣，或者是任何美国加州房产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欢迎加我的微信或者给我打电话咨询哦。我是 Mina，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就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。那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